程已经完成了，好漂亮啊！敦诚海鲜酒家，里面停车位泡满了，太好生意了吧！牛肉面大王叫住了，不是吧，关掉了。哇，这位阿姨还戴着这样种的口罩。小龙虾一磅送一磅，哇，不知道有没有图片好吃，图片看起来就顶呱呱。哇，这装修有点特色，看到没有，这家小龙坎装修好了，准备开业。现在正在做广告，请人吧。哇，还挺大的呢，你看，从那边过来这一边，这里也开了，看到没？但是商店没开呀。还有，哇 ，swimming school， 教游泳的，下面也有商城。这里是进口吧，这里是大门啊，看看这两个门神，左神右像，呵呵，哎呀，这里是 Tangram 华盛39大道，但是的地址不是39。其他商店不知道什么时候开了。到下面去看看，看起来这商场也不小，卫生间在这里，此面来了，西安名次，西安名次哪都有他份。到处都请人，看看大厅，这里就是大门进口了，对面就是敦诚海鲜。还有好有设计的头脑，上面是电影院，这么早没人吧？好了，拍到这里了，这里的音乐特别大。出来了，这帮年轻的帅哥美女在里面做 gym 做运动。哇，对面这家重庆老锅火锅，好多年轻人在上班啊，都看看多少美女帅哥。这里是37大道，很久没有来这里走。对面有一家 club 卖螃蟹的。大家知道对面那个叫什么字啊？
37C。东逸丰疫情之前非常好生意的，现在搬到王子街，小小的这家很大，有一楼二楼。哇，这家江湖烤肉，很久没有在37大道漫步，开了这么多餐馆。哎呀，对面那家天天足疗，我加一句吧，还得了。哦，原来99号餐厅在37大道啊。时代商场看起来里面惨兮兮的，什么时代过时城，应该过时商场。进来的话有古董店，古玩店，不是古董，讲错了。玉华堂，韩国美食，疫情之前有来过，几年都没进来了。这家是品茶的，皮草专卖店的话，古董，不认识的话不懂。这里摆的古玩能跟缅街地摊竞争吗？我看够呛。外面就是缅街了，香港超市，哇，今日商场，里面都卖的杂七杂八，新东方商场也是卖杂七杂八的。秀霸真美食城，不是秀霸真美食，不是美食城啊，这次我不认识，里面还有个小餐馆。好深啊，哇，今天周末星期天，街上都摆满了，你看都是古玩啊。刚才那些商店还有生意吗？你说来这里买就好了呀，来到里面去啊。如果到我的话，我哪知道真还是假，是吧？反正买回去摆着都一样，大家说是吗？哇，今天街上人特别多啊，周末。好了，哇，这什么东西啊？铜吧？啊，过马路，到缅街中心去逛逛。哇，右边在卖什么？今天替代很多啊。哦，这里是缅街中心，不用说了，更多人哦。上海艺人又排大队，呵呵，现在年轻人很多，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。
位大哥，哇，挺多人的里面。这里又排什么？星期天的话人真多呀，都是排队吃饭的。过桥米线，人满为患了里面。这家就不行了，那奇怪啊，没有烧腊就不行了。有人欢喜有人愁啊。